好，再来换这个题目哈。好，这个题目来看一下啊，有一个大斜面，啊，所以你注意看哦，这有一个斜线哦，就表示有一个斜面嘛，因为这里都没有一些另外的斜线，不是负斜面嘛，所以你看，跟它一样宽的，这里有一个完整造型是，有没有？这边也有一个啊，你注意看哦。有没有？所以老师就可以断定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大斜面啊，它这里是长成这样子是这样凸出来啊。老师先大概先画一下，可是它是从这边一个单位四个单位，一二三四嘛。斜到这边，前面一二三四嘛，它是这样子斜过去的啊，这样子斜过去的啊，表示这个东西碰到这里，它是一个斜面，好，继续往前哦，它是两格嘛，这里两格啊，所以这里的线会跟这里平行啊。所以它这里应该会长成这样这样子哦。老师过敏了，很严重，而且现在还会上颚痒。它是斜面，所以它看起来会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。这里有一个三角形，跟它一样长，这个已经用掉了嘛，所以只剩这一个可以用，所以它在这里嘛，所以一样，这里到最边缘了，这里底下只能接这一个造型嘛，两个。所以你看看，这要接到这边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形状是也出来了，只是这里被挡住了，这里也是两格，所以这个图就长成这样子。